抱歉啊，现在是七点十五。啊，我们到了。哎，求求你们名字。我看一下我。哎，求求你们告诉你，是我妈告诉你名字。哦，那没关系，那我们现在啊，要帮你们依那个行政执行法第36条，要把你们载到安全的位置啊，麻烦你们配合一下。第36条是什么？可以说明一下吗？就是法律系，你有没有？对人的管束啊，还有什么疯狂吗？我有疯狂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还是怎么样？你刚刚觉得我很 mad， 所以你把我抓走。我没有抓走。那要我没听过行政执行法，你可以再说一次。管束的要件是什么？他有听过，我没听过。就是你们在这边有危险之余，我们要载你们到安全的处所，这样子。啊，我干嘛疯狂？我有酒醉吗？我在大街上闹事吗？我会被车撞吗？还是我殴打别人？啊，我只是请问不知道要件吗？对，那请问那位公务人员是叫什么名字？警方应该要说名字吧？连警方都不说，就只能说15049之类的。好，你们我让他高一点。他这个也不告诉我们叫什么名字。哎、欸，你不可以随便拍哦，到时如果有问题，我会去还告诉你。为什么会有问题？哦，麻烦你在说公权力的时候没有肖像权的主张啦，这都不知道哦。哦，要我哦，对啊。